一派人力不易，凡业不成凡的成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辣条哥，来吧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帮这位粉丝抽武则天哟。他的名字叫龙族露娜，哎呦我去，星耀二，你一个老丁干死了，你还是个这个技术型玩家哟，怎么是个 V 零？怎么是个 V 零？星耀二，你是 V 零？你是不是我都不相信，哥们儿，你这完全是个正加功夫，这么屌的技术，你跟我说你是 V 零，你完全是在给辣条哥弄难看。你当死了，你个老丁，导演，来，接下来点穴一道脏，咱就开始给他弄啊。哟，三星灵指，你有武则天吗？他没有，我去。你都星耀二了，你啥也不抽，你这整的你的号多尴尬，对不对？来吧，今天让我替你结束你的尴尬的历程。哟，直接贵族四，上来连起了一个项羽皮肤，很好，很 nice， 很完美。接下来就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，Come on baby。哎，出来了这个龙舟回城特效，你我的窗口给他挡住了，摄像头这里给挡住了，但是是出来的，但是是出来的。来，28幸运值。我的人生巅峰就是28幸运值来了，我最高纪录的时候就是28幸运值帮一个 V 零粉丝抽到了武则天，那也是曾经了，现在可能是天美把这个概率下调了。说实话，像原来的时候啊，30 50 60 70 80的抽一个武则天其实很轻松啊，经常就能卡出来，但是最近这个几率不是太高，说实话啊，都是到了很高之后才出来。来吧，三圣复产，单抽，单抽一个，兄弟们，又一次回来了，又回来了 ！Come on, baby,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。没对手啊！我想输，输不了啊！我也不想要这武则天呢，武则天也不给面子。怎么样，兄弟们 ？V 零三幸运值，咱给他干掉武则天！再次回到巅峰的感觉，真好，真好，兄弟们啊！再次走向了人生巅峰，还剩700点券，哎呀，700点券随便抽吧，闲着也没事儿了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哎呀，没有心理压力了，也没有负担了，这就浪就行了，就，浪就行了，就，哎呀，这种地方你真是的，可讨厌了，天哪！你有些时候你别这个老是给出好东西，对不对？你那么多就是个武则天。你能不能就是个武则天？你完全不顾及我们这些啊普通啊，那么真的考虑啊，没出来，你没出来就没出来吧，啊，由得自己办吧，哥们儿，啊，这么多的碎片，哦，他原来是个贵族三，又成了 V 零，啊，又给项羽，啊，海滩半带，哎，哥们儿，你这个东西可以换，你不用再叫露娜了，你可以改名了，哥们儿，真的，忘了给你弄个改名卡了，我应该替他改名，龙族武则天，改密码去吧，哥们儿，这下你就符合了你的气质。星耀二加武则天很帅，重点你才贵族四你就拥有了武则天，你得把那些贵族七贵族八还没有武则天的人气死，哈哈哈哈，他们气死不气死不知道，那天美是早就气得稀里哗啦了。